拜拜，谢谢。哇，你看可乐多四瓶啊，总共八瓶。多给他，那个干刀多给了，可乐现在变五瓶了嘞。哈，他拿起来了，对啊。走。小天坐后面吗？好，没错。好。来，再。哇，今天好快，对不对？下次有机会，我跟妹妹坐后面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很早，我可以上去很早。来，小猫咪来。你要抱。到那个第十栋。哎。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对。好啊。来。牵手。我们想坐一趟要两分钟呢。小猫咪怎么了？那是超大只的鱼，应该有拍到吧？那时候记忆卡不晓得满了没有。但是至少照片有拍到。怎么一直都来这里哈？早上钓鱼手太酸了，对对，请加强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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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你讲，你用手指这边打，不是用这里打，是用手指这边打，来，手指，你看，这样子，你手给我，手指这样打，这样打，看，不是这样，用这里打，是手指这里打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把手放轻松，你手指打了之后，它会，有没有？这手指会在一起，放轻松，这样用手指打。整个这样下去，对，有没有看到这？听到这？来，再一次。你手太用力了，因为手是你用手打，手都会张开。你放轻松，合起来，合起来。对。然后手指打开。OK， 好，可以。有点 feel 了，这样。等一下做的东西是那个钥匙圈。啊、哦！但是跟各位说，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客人做钥匙圈，所以啦，等一下一人做两条。带着助手过来。好，他就走。是啊，是图案。好嘞，就给他写我了哈。这也是图案。好嘞，等一下啊，先不要急啊哈，我上个平台看一下。变成这样。怎么？所以啊，等一下你要设计图案的时候，你要看一下哦。这两个孔距离比较短，这里就会折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孔距离比较长，会这样折过来。对。所以啊，你要设计图案的时候要看一下哦。这里比较短的图案，这里。你要设计图案是在这一节。好，这样子啊，放上去呢，木锤敲就敲到手了，手就痛了。对，小图案随便点也可以啦。因为这边是要包钥匙的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是要挂钥匙的那个款，所以你的图案就是在这一条上面啊。那这里也是可以啊，只是随便你的，对不对？
妹妹的，哇，那么多条呢哈，啊，后悔了，不应该给你们一人两条，我敲到手好累哦，有还吗？ 牛皮，它是真皮哦，它是真皮啊，哦，对，真的牛皮，因为它是一张很大张的皮，然后下去叫人家裁的，所以啦，你去外面买那个名牌包包，你知道为什么名牌包包会特别贵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啊，手工包包那个名牌包有没有？ 它有时候一个皮包只能取牛某个部位来去做，所以啦，那个名牌包这么小一个名牌包要用到五头牛的皮。五头牛。因为啊，有些包包它只取这个牛某个部位，比如说腹部、脖子底下这边，然后你看哦，一头牛取下来只有这么一小块而已，所以它要去拼。 他们要去拼，那拼的结果就等于说，这个皮，这个皮很贵啊，对，他要用掉好几头牛，只能做一块皮，所以他会卖的特别的贵。我跟你说为什么？好，来，弟弟的听听。因为啊，因为你们听过九牛一毛。三，小妮要到妈妈旁边。三。 三二好，妈咪领导妈咪的头了，妈妈，好三二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